林啊，早餐准备好了，你再不快点就要迟到了。迟到了就快好了。东西都拿齐了吗？拿了，谢谢妈。你快回去休息，不用送我了。For the first 2 weeks of February, numbers were down by more than 25%. 林啊，早餐准备好了。你今天不用飞啊？怎么了？我这个月的班表取消了。没关系啦，你可以趁这个机会好好休息啊。没事，放心。林啊，早餐准备好了，你再不快点就要迟到了。知道了，就快好了。坐好了呀，注意安全。拜拜妈妈。妈，我现在有个工作机会，可以在疫情期间到医院尽一份力。但是我不知道你和爸 OK 吗？如果这是你想做的，你就去做，但是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啊。你放心，医院有完善的防护措施。复苏的道路会是漫长和艰辛的，如今我们这一代人要向先辈们看齐，证明我们也能像他们一样坚韧不拔，不畏艰辛。